各位好朋友又来到了谈天说易易经小字典这个单元。那今天要跟易经小字典呢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字号。号，那这个字呢我们读作号，上面是个日一个天，也有人说上面是个月一个天，天日天的这个号。那号的意思呢原来是无边无际的，因为这是个会意字，在太阳底下一望无际的这种感觉呢我们叫号。所以号呢它这个字呢是会意字。我们来看下一看这个。这号有很多种写法，在上面这一排里头表示呢这个号变成号字之前呢它的各种不同的写法，各种不同的写法。那号呢除了这个号之外呢在古书上面也有写成这个另外四个字的号，那四个字有的是日部有的是白部，那其实是代表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同样意思。那在易经里面呢，在易经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谈到这个号有几种说法。第一个叫昊天上帝，昊天上帝。那这个昊天上帝呢它是什么呢宇宙万物还有国家的主宰。那昊天上帝我们讲皇天上帝或者是天帝老天爷，我们常讲老天爷就是说昊天上帝昊神。那昊天上帝呢是中国神话当中的众神之神众王之王天的尊号。天的尊号，那这种呢是形容呢这个形容非常高大非常这个高远的这样的一个昊天上帝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商朝。那周朝的时候呢才把它称为帝所以昊天的上帝呢这个天本无形，所以叫做昊天。那是古代一种原始形态的一种信仰，原始形态的信仰。那昊天上帝呢是代表至高无上的一个天地，那是经过宇宙万物的主宰。那昊天上帝呢透过五经传达，把他的旨意呢透过这个诗书礼乐春秋，透过五经呢传达给人类传达给人类所以过去人一定要读四书五经呢，为什么他才懂得昊天上帝到底讲过什么话但是这个昊天上帝跟我们现在观念当中玉皇大帝不大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玉皇大帝也是道教的神明而道教神明是玉皇大帝呢他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玉皇大帝呢他是呢他的神格是在三清道祖之下三清道祖之下，所以呢他跟昊天上帝的概念是不一样。昊天上帝呢他的神格呢是在三清道祖之上，而道教的玉皇大帝呢他的神格呢是在三清道祖之下。所以汉代以后呢出现因为阴阳五行的这个盛行所以就出现一个六天的说法，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昊天上帝之外呢他为了要让天下他自己管不了那么多，所以他就弄了一个五天上帝，也就是呢所谓呢这个东南西北中各一个地来管理，加上他自己是昊天上帝，所以总共是六帝六帝所以叫五德之地。五德之地他讲木神仁，金神力，火神礼，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那当然这也是五德宗始说的一个理论就是昊天上帝呢我们有六帝说，那就是一个昊天上帝在管五个比较小的天地就是东南西北中就是所谓昊天上帝。那我们看下一个词，昊这个用法里头还有第二个用法，就是所谓的太昊还有少昊。那太昊的用法，太昊用法，太昊其实是谁呢？其实是伏羲氏伏羲氏。那也有叫大昊，因为太跟大呢在古书当中常常混用了所以有人写说大昊太昊。那太昊呢据说是居封姓封姓居一城是古代呢这个黄河流域里面所有部族的祖先呢所有部族祖先，所以他曾以龙为图腾叫龙图腾的民族呢，所以作为官名。所以呢汉代刘歆呢认为太昊呢就是讲伏羲氏所以呢太昊也是伏羲的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后世呢都是把太昊当作伏羲氏的帝号所以伏羲氏的帝号叫太昊。那第二个字叫少昊少昊。少昊其实不是太昊的儿子并不是太昊的儿子。所以少昊呢叫做青阳氏或者是金天氏穷乡氏云阳氏或者称为朱轩这个人姓纪名字是皇帝的儿子皇帝的儿子。所以呢生于穷乡所以他生在曲阜生在曲阜当中。所以呢据说为什么他叫少昊呢，据说呢他虽然是皇帝生他在皇帝虽然是儿子，但是呢有据说呢他能够继承伏羲的德性所以他就把他命名叫少昊所以他精神上是伏羲的继承伏羲的德性，所以叫少昊。那少昊呢他的一个少昊呢
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字啊，字啊，那字里头就是猛禽的意思呢，猛禽的意思。所以呢，有一些文献上里头说少昊是鸟师啊，鸟师少昊，为什么？因为它的宠物是一个猛禽呢、啊，是一个猛禽，哦、啊，是一个老鹰，这种老鹰叫字啊，叫字。那因为它作为它的宠物了，所以它的鸟师啊，所以它是鸟师少昊啊，鸟师少，所以少昊呢，它是有些文献上说它是鸟师的啊，因为它是做华夏民族里面第一个啊驯兽之师的啊，驯鸟，所以它是驯鸟啊，它驯什么？驯老鹰啊，驯老鹰。那在五行理论里头，五行理论里面呢，少昊是什么？是精神，西方之神。金星的化身，金星的化身，所以在山海经当中呢，入收、哦、入收，我们讲的金神入收，就是他的所下，就是他的所下。那少昊代表秋收，秋天收割之神呢、秋天说是，那少昊死了之后呢，这个天地呢，昊天上帝呢，就把他尊为白帝、所以白帝少昊，白帝少昊，这也是五行理论当中。所以呢，这太昊跟少昊，还有这个昊天上帝呢，这是在我们易经理论里面呢，易经故事里面常常会用到的，哦，那一个是代表人类呢，代表至高无上的一个昊天上帝，他比易王大帝还要更高一级的哈、哦。那另外太昊就是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称为是讲伏羲氏的帝昊，那少昊的弟子，然后他是呢五帝之一的，是皇帝的后代，因为他能够继承太昊的德性，叫少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易经小字典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字昊，它有很多种写法。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一样啊，下个礼拜我们放一个礼拜假，然后我们过年之后呢，我们再见。谢谢大家收看。